这次我们若是把诸葛亮打赢了，兵权名望尽在我手，看谁还敢同我共战？他若是想打持久战，我就陪他打持久战。以身法制人，以态制胜。 那些牛马皆为木柴，没匹可装粮食500斤，没有驹子自己行走，这里面一定有诈。杀！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《军师联盟2：虎啸龙吟》。